盆金鱼吊篮已经缓了一个多星期了，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养。我就把它暂时挂在这个地方养，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直射光，对于金鱼吊篮来说还是多了。因为这个金鱼吊篮它是不喜欢晒太阳的，尤其是这个夏天，如果晒到太阳的话，它就很容易进腐。除了这个冬天它的花期要给它增加光照以外，其他季节的话就最好放在明亮散射光处养就可以。这个金鱼吊篮虽然不容易得病长虫，但是它怕热又怕冷，如果冬天外面的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话，就要赶紧把它搬到室内去养。夏天的话，如果温度高于35摄氏度，就要想办法给它降温，或者把它放到这种阴凉比较凉爽的地方去养。还有就是它是喜欢这种通风比较好的环境，我这个地方的通风就非常的好，